4月30日，王祖蓝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两个女儿的互动萌态，并配文道：“她心心念念的礼物终于到了。”随后，李亚男现身评论区，表示模仿基因挡都挡不住。这次出镜，小可爱身穿一件红色的连体衣，看款式应该是睡衣，配上可爱的齐刘海、波波头发型，简直萌翻。画面中，小可爱对着镜头比剪刀手卖萌，肉嘟嘟的小模样又萌又可爱。在给大家打完招呼后，便开始拆礼物。起初，小可爱还不知道爸爸妈妈送给自己是什么，全程都表现得很淡定。但看到袋子里的礼物后，脸上的惊喜藏都藏不住，小表情可爱满分。原来这次王祖蓝和李亚男给女儿准备的是冰墩墩，小可爱看到冰墩墩后，一把将其抱在怀里。随后，女儿更是对着镜头模仿起了冰墩墩的表情，卷起小舌头的样子也太可爱了。而在拿到自己钟爱的冰墩墩后，就立马和妹妹分享。看得出来，李亚男和王祖蓝将女儿教导得非常好，小小年纪就会主动分享东西，超赞。最后，也祝王祖蓝一家永远幸福。